绕路啊！停车！下车站轿！拉呀！全都有病！我想你帮我买枪。妈的，等鸟消息。18000送6发。嗯，38000。啊？哪来的？要还是不要？大的内在在哪？男的都是去还人吗？没事吧？断的兄弟，你不相信我？是你拿了？你两个贼！说相声，明白的，我们可以去，一起想办法。我们先练习，然后去查一点。不如报警啊！快起来报警！阿总，不要出来 ！Sorry， 说什么说啊？是你顺便让开枪，说话不算话。